怎么容易拆下来？上一台车是双 B 哦，你看我还可以接受这种扣子乱七八糟，找了好久，光二手，然后要电动，要修理，真的是非常不好找。强烈建议家里有，你这样子才能享受到电动车给你的快乐。更多精彩内容，锁定晚上10点《地球黄金线》。